想变白的都给我进来。你看我这个脸啊，原相机什么也没涂，又白又亮。这个夏天每天同等待遇的风吹日晒，脸和手居然差这么多。无语美白精华，你小子是有点东西啊，深藏不露啊。说实话，为了能白，市面上那些平价大贵妇的美白产品我都入手试了一遍，结果呢就是有一些会过敏刺激，还有一些就是白了没多久但是黑回去了。只有这个是我买了又买无限回购的，这里面的主要美白成分光甘草定，谁懂啊，那可太懂我们敏感肌了。作为植萃生啊，它就是主打一个不刺激，咱们国人的这种薄脸小脆皮有福了。最重要的是，来看着我恳切的目光，家人们，它的美白效果真的是这个光甘草定在他们美白岗上就突出一个敬业，那是层层把关啊，从源头到底层、中层、表层都在击败黑色素。而且谷雨甚至把这个光甘草定的提纯度拉到了90%，相当于别人家还在那儿抠抠搜搜的点餐卡绿饭呢，谷雨直接给你的皮肤上了一个豪华版的分子自助餐。这种卷王级别的提纯度拉满，你皮肤涂上之后还能不白得更快？关键它这个里面还加了一个精准式黑科技，不仅可以整体变白，还能精准待腻。那经常长痘的姐妹都知道，痘痘其实瘪下去很容易，但是红印子、黑印子消下去是真的难，脸上有印啥的看着就真的很糟心。那我呢也不是说痘痘绝缘体啊，但是呢你看我这个脸白净通透，长过痘痘的这些地方啊，印子都特别浅，甚至有的都没有留下印。就这个谷雨美白精华，这个效果你真的不服都不行。它用起来也很省心，不用避光，所以我一般是早晚各用两滴管，这个量给它用够了，质地很清爽，好推开，吸收也很快。然后有斑点痘印的这些地方，你就像我这样厚涂就行了。每天坚持用它，我的脸真的是透摸放光芒。那这个夏天想要白的又快又稳，get我同款白嫩脸蛋的姐妹一定要试试。